四至三的标题叫植物生长跟发育的调节，其实内容几乎都在介绍植物的激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调节两个字哦，是指调节作用。我们把调节作用做一下定义，就是生物体接收刺激，这个刺激可能来自于内在或外在。内在比如说我肚子饿了，像你们现在肚子饿了，或者是啊我近视眼，或我心跳变快，我血压增加，这些都是内在刺激。外在刺激就很多啊，温度啊，光照啊，什么都算是外在刺激。因为刺激我生物体产生适当的反应，这就叫协调作用，有刺激造成反应。那以动物来讲，因为刺激而造成反应，例如神经啊反射，所以神经或者是内分泌或者是免疫，我产生发炎反应的免疫。所以在动物来讲，协调作用有三大系统在里面，包含神经，包含内分泌，包含免疫。可是植物呢？植物没有神经，植物有内分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植物的内分泌，就是激素。那植物也有免疫哦，那我们会在四至四植物对环境的反应那边介绍一点点植物的免疫作用。好，那以植物来讲，影响植物生长因子的影响植物生长的因子，以内在因子来讲啊，就是植物本身咯，那外在因子来讲就是环境因子咯。好，那下面就看到有这些东东。好，那以上就是协调作用的说明介绍。那我们这个在这个章节的主题是植物激素，那我们把植物激素的特性做一下说明。为了让各位把植物跟动物的激素做个比较，我等一下虽然介绍是植物激素，我会把动物激素写在旁边做一下参照。好，第一个，植物激素由植物体产生，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是一样的，那动物就是动物体产生。那植物激素呢是小分子有机物，小分子有机物。动物呢也是，但是动物可以有，除了小分子有机物之外，动物也可以有大分子有机物。也就是说，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只要是激素都是有机物，只是大小有差别。植物一定是小的，因为植物有细胞壁，细胞壁的孔洞不大，如果你的分子太大了，会被细胞壁挡住，挡住了就没有办法作用在细胞膜上的受体。所以如果你的那个激素，植物激素如果太大，它根本没有办法作用，所以植物激素都不大，都是小分子。那动物因为没有细胞壁，所以在血液中只要血液可以运输的大分子就可以作用在细胞膜上面的受体，所以动物除了小分子有机物之外也可以有大分子有机物。好，第三个是动植物一样的，激素的特性就是少少的就有很大的生理效果，微量就可以影响作用了。但下面这个性质倒是动物比较没有，在植物来讲，不同的浓度就有不同的效果。假设我在正常浓度，比如说浓度为很多的时候，我很有可能是抑制你的某个反应，但浓度比较少的时候，可能却是促进你某个反应。所以浓度会决定它的效果，这是植物激素的特性。某个浓度可能是促进，某个浓度可能是抑制，同样的激素却有促进跟抑制两种作用，由浓度来决定。好，那再下一个是可以运输到其他地方进行作用，这跟动物一样。但植物的运输可能是靠变电性扩散，就是靠那个扩散，或是靠原生子丝细胞直流，当然也可能靠木质部、韧皮部的运输。动物当然就是靠血液了。好，那在植物来讲，它的激素通常是多样性功能，就是一个激素就是荷尔蒙，荷尔蒙就是激素，却有很多的功能。同样一个激素有一堆不同的功能，我们等一下开始介绍下面的激素，你就会发现。但动物比较没有，因为动物的激素很多，所以动物常常会是好多个激素去执行好多个功能。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说明一下。我们等一下会介绍的植物激素大概有五六种，那其中前五种我已经写在下面，就是生长素、脊背素、离层素、细胞分裂素跟乙烯，这是我们一定会介绍的五种，另外再补充介绍一种或两种。所以植物激素就是高中课程只要五六种而已，可是动物激素光是高中课程就介绍四十多种，所以动物激素很多种，那要执行的功能一样啊，对不对？那它在几种激素就要做这么多功能，就会变成一个激素就要执行很多个功能。我们动物就是激素多嘛，执行的功能也这么多，所以常常会有一个激素只要执行几个功能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是其实植物激素如何作用呢？它对植物细胞的影响不外乎促进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以伸展，就是从比较小的细胞变成比较长的或比较大的细胞，或者是刺激分化，从没有功能的细胞变成有特定功能，就是你长出一个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特定功能。好的，那下面这五种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为各位介绍植物激素有哪些种类。好，以下这是我们先把植物激素它的特性先说明。
以下我们介绍这些植物激素都有这些特性，那有一些特性跟动物的激素很像，但动物激素有一些性质跟植物不太一样。动物激素大小分子都有，但都是有机物，那动物激素功能会比较少，因为我们激素很多种，植物激素是种类少但功能很多。好，以上这是植物激素的特性，有没有问题？